8月1日，女歌手邓紫棋在尖沙咀街头举办了一个货车快闪宣传活动，宣布下月红馆演唱会将会加开一场。今次选择街头做快闪宣传对紫棋来说是有特殊的意义，她表示自己在出道之时就经常在街头做表演，所以这次选择在街头做快闪活动感到特别亲切，因此紫棋也即场为大家献唱一首《睡公主》。在找你去过，怎会怕寂寞？无奈相信你我，一晚连死睡。谁一生只有爱，能否跟我共醉？谁令我忍寂空地？其透露目前演唱会的彩排也开始有序进行，这次也邀请到和自己同一天生日的排舞师麦当娜前来助阵。这一次有他来帮忙我去做这个演唱会的排舞呢，其实我觉得整个视觉上面是非常的丰富。紫棋早前在被拍到与一位男生同行，再传出绯闻，她笑指那个男生是她的造型师 Mark。 至于何时公开恋情，紫棋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。谈恋爱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一年前我自己说了嘛，我说等待这个结婚才公布嘛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等待结婚才公布，大家等我。